11月13号晚，曹格老婆吴素林更新微博晒一双儿女的照片，并写到昨天我家两个的搞笑照，穿爸妈的衣服，但我想很快就可以穿了，期待长大的他们。照片中一双儿女穿上爸爸妈妈的衣服和鞋子，宽宽大大的样子，十分的搞笑可爱爆棚。网友看到微博后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就好帅，姐姐好酷呀，哈哈，好可爱的两只，有点好笑，哈哈。另外近日曹格老婆吴素林在自家产品试吃会上受访时表示，现在与老公的感情很甜蜜，也很享受现今一家四口的幸福，也坦言自己的重心都放在事业上，已向老公表明不再生下一胎，并且自己也先装了避孕器。曹格与吴素林2018年结婚，已有一子一女，吴素林除了照顾家里外，也帮曹格打理自己的音乐公司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据悉吴素林近日与好友一起研发面食产品，今年年底就开始秘密研发了，至今快一年，连身边姐妹都不知道，现在打算号召姐妹买买买，拼业绩。